去就读用点心学校，学习如何成为手工丁。用点心学校里的趣事不断，快和小小布丁人一起去上学吧。第一幕，吉利丁妈妈生下了小小布丁人，他全身香喷喷，亮晶晶，滑嫩嫩，大家见得都忍不住想亲一亲。小小布丁人长大了，亲戚朋友都建议他读用点心学校。听说那里可以把小小布丁人教成手布丁啊。你怎么知道那里可以把我宝贝教育成手布丁呢？学校可以把很不方的人变成很方的朋友，那用点心学校要教小小布丁说什么？他只是问妈妈：“你喜欢熟布丁吗？”“喜欢啊，宝贝。”“好，那我决定去读幼龄新学校，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熟布丁。”第二幕，用点心学校是由打牙祭基金会募款设立的学校，专门训练各种点心。据说，用点心学校的学生如果表现出色，点心就会大卖。小小布丁人第一天到用点心学校上课。嗨，我是千人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Hello， 我是千层派。我们和你是同班同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小布丁人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请多多指教。教授走入教室，准备对大家勉励一番。教授，教授好。各位新学员，我们用点心学校，除了老师上课教的知识以外，希望你们也能学习彼此的优点。就像我认识了电冰箱老师，我才知道充电的相处不一定火气十足，保持冷静也是可能的。第三幕，小小布丁人每天跟妈妈分享学校老师教的知识。妈妈，我告诉你哦，今天在考试时，好像教授有说，不能再打考试太久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变成布丁人。Yeah.
人都唬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教授，你未免太夸张了一点。我顶多长得比较像牛奶布丁而已。是叫你别喝太多牛奶啦、啊！加油，通过测验，不只能成为 Q 优生，还能成为首富。面对不将怪兽迎面而来的巨大火焰，小小布丁人吓坏了。哇哇哇！啊，所谓的考试不是从地板、天花板或者是墙壁散发出来热气吗？怎么会喷火怪兽在这边呢？小小布丁人差点就要放弃，但他想起妈妈喜欢小布丁，于是他把妈妈给的原本要长在脚下的幸运沙袋全都放在头上，然后硬的面对人间怪兽的考验。哇哇哇！这不是布丁的烧焦味吗？我要赶紧去学校。吉利丁妈妈来到学校，小布丁，小布丁，起来呀、啊！怎么了？妈妈，那我知道我们要吃饭，我就不要去参加考试了。孩子，还记得妈妈跟你讲过草地的故事吗？我还记得冬天有个生地瓜，它在燃烧的树叶还有土块当中成为了一个草地瓜，可是因为树枝、树叶跟土块都变成了红色的，就没有人发现。没错，孩子，我们不要只注意黑色失败，而错过金黄色甜美的滋味。有些成功必须拿失败当作燃料。吉利丁妈妈打开她的化妆镜，虽然你不像传说的熟布丁，但你却是成功的。我成为了脆皮焦糖布丁。大家有想知道更多用点心学校可以用点去又好玩的故事吗？二年级同学可以到图书馆借阅，幸福的三四年级7月100就有这一系列的到书哦。谢谢。